Hello， 我们来到中央公路啦，来拍一下这个。这个以前都是用这样子弄出来的哈。好，金门交通建设史迹 ，OK。民国41年，驻军官兵感觉交通不便，在副司令官福原江新的领导下修筑中央公路，有没有到？他看这叫中央公路了，应该叫博弈路了 ，OK。好，当时区域缺乏哈，竹工工程皆需要人力，此压路滚，哦，这就叫压路滚，为施工时实施路基之唯一的有效工具，哦。然后特使来这当一个那个作为一个纪念了哈，压路滚哦，陈列为史纪念。金门防卫司令部，民国80年2月16日。OK， 哇塞，这个我真的是没来看过了。压路滚哦，好重哦，要靠人力耶。然后旁边铁有点生锈了哈。哇塞，看到，很厉害啊！这应该用空的吧？然后空一个，那这样子还压路了。你看，真的是生锈了，要等它保护啊！这个也是风化的、啊。你看，现在民国111年了、啊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么久，你看41年，哎，七十年了哈、哦。我也是没拍过了，想拍一些这些遗迹给大家看。看到压路滚。OK， 这个叫压路滚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。虽然在金门这么久，可是还是第一次要拍给大家看的。OK， 好啦，影片结束了，这个喜欢别忘记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